哎呀，这像嘴咋死的？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小区里穿过去，去到他们家。晚上的话还没有到放炮的点儿，12点的话这边会有很多的炮。然后现在的话正在去他们的路上，哇，这个灯光光线不太好，挺多的挂着红色的灯笼。然后12点会有很多的炮，现在都在包饺子，因为都是典型的北方嘛。好吧。现在是在万达广场，现在的时间是初一凌晨的1点钟。我现在要去和我的几个哥去唱个歌，喝个酒。这是大年初一的第一天，我来到的是乌海万达的金街，一会儿就到了，过了马路就到了这个地方了。没想到这么晚了还有店在开门，后面的人还没有睡觉，看到住宅楼上的光就知道了。我现在来到的是金街的西门，从西门进来之后发现两侧的店都是关门的状态，很好理解，因为两边的店都卖的是一些小商品，然后真正的这种酒吧的那些店都在前面，也就是说东边是比较偏大型的这种酒吧和唱歌的。我现在正往东边走，大概走的话需要200米就到了，因为金街这边的金街还不算太大。可以看到这边就跟刚才上北下南的西，这东边的话就好多店都在开着，还有很多人，哎，这气氛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它的二楼也会有很多开着的地方，所以一会儿我要进去看看里面的一个情况吧，应该是在二楼。